some flowers. And then sorry, Jiang, say no shape in here, la. Sofa even sweet fresh, Lea. Lessons say them way in a bow in that town. No shamu dine to it. Mushishi, and then we can listen to say about it. Ah, we in here, eh? And then some yaki way be, we can listen to say, boo. Then we in there, Sofa even sweet fresh.在艺术馆，你明明看到我了，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为什么要装作没看到？我不想打扰到你跟你未婚夫。回去这些天，我一直都睡不着。 我为什么还是不由自主的去怀疑呢？有了一次错误，再遇见类似的事情，第二次就会本能般的往坏的结果去想。我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一开始那样毫无保留的去相信呢？我该相信吗？ 您来了，你还要多久啊？我一直在等待时机。等时机？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现在每天都在做什么？真以为自己是希望工吗？很安逸吗？从你出来到现在，吃喝玩乐一样没落下，正事屁都没干。 出来养老呢？我给你的钱可不是白给的。我一直都在等待机会，但他现在对我不是百分之百放心啊。你要是做不到，干脆就放弃吧。我能做到。什么？老子能做到。很好，不要忘记。 哥们儿，我又给你整了一个宝贝，放在楼下，这次啊，我就不多说你的了，就说300块钱，啊？<笑>哎，先生，哥们儿，你听错了吧？300，不是200。你说错了吧？就200。200？你做梦呢你？哎。
哎，哥们儿，你把这仓库弄得挺干净的。哎，哥们儿，你老收这个保险柜干什么？啊？哎，这玩意儿不是我上次给你弄的那个吗？你还说藏人？怎么，藏没藏到人啊？这个好像藏不下。藏不下，得，我必须得再给你弄一个藏得下人的。不过先收定金，这次我就收你200，行吗？你是开车来的吗？啊，对对对，开车来的。那挺好，我已经找到藏人的地方了。你再也不能威胁我了。只有四人才能永远的保守你。好好待着，别打架。消停，别出来了。你是不是有虐猫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干的，就我那天晚上看见了。就拍下来了，让你抓坏我的裙子，我让你抓坏我的裙子，猫它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不是好东西。反正我明天也要走了，我也不怕把它说出来。你额头上的伤，是昨晚跟你老板争执时伤的吧？还有这条项链，应该也是你老板给你的吧？我能理解你不喜欢猫的心情，也没有立场要让你一定喜欢上猫，但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社区带来很大的恐慌，我们要让真正犯错的人付出代价。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店员手里有他老板的视频啊？因为那一次随意喝了他们家奶茶过敏了，随意摸摸过敏，虽然吃药了之后好了很多，他回来的时候又跟店主擦肩而过。我想应该是那个店主身上混了很多猫毛。哦，看来是我不够关注随意啊。是你全身心都在失恋。原来如此。老郑，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哎，我正好要找你呢。怎么了？你找我有什么事？鉴定结果拿到手了，谢谢啊。什么鉴定结果？就是上次我要你给我推荐的笔迹鉴定机构，确实靠谱。哎，都是小事。哦，对了，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跟全社区的人说。出来！怎么会有这么邪恶手段？是啊，我还喝过他家奶茶呢，想想就恶心。我回来了，我看群里都炸了，原来虐猫的是那个奶茶店的女店主。对啊，那她奶茶店也有问题吧？有很大的问题，光是用过期的食材去做奶茶这一条就已经被相关部门去追责了。太好了，也算是恶有恶报。他们家的奶茶是真的有毒，谁喝谁就会分手。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随意，你的身体是真的好。我现在感觉不太好，有点恶心，我想吐，我觉得我需要喝点益生菌了。那我去替你喝点吧。哎，厨房呢？开锁去了。
你好，何初逢在吗？哦，初逢他现在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情吗？哦，这样啊，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吧？没关系，我等等他。您是他的朋友？嗯，是吧？哦，没事，你忙你的吧，我自己待一会儿。嗯，那您先随便看看。嗯，有需要我再叫你。哎，德巴，哎，你怎么瘦了呀？你在减肥啊？这个是谁啊？朋友，他怎么都没跟我说过呀？喂 ，Mons 的中古店。好，等他回来，我会转告给他的。再见。你最好一会儿回来，乖乖给我解释清楚，不然我再帮你刷一次。夏石 ，Robin，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好久都没见了，我刚回来，第一时间就过来找你了。算你有良心 ，Robin， 这是你的朋友。哎、你饿吗？渴吗？嗯，我又饿又渴。随意，快去准备点吃的，快去。谢啦 ，Robin， 又长好看啦。真的，谢谢。又高又帅，现在。那是。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没忙什么，我不是刚回来吗？不过后面还有一些工作要成。哦。冯凤。哎，你怎么来了？最近怎么样？还不错。亲爱的，你回来了。没事。你怎么了？亲爱的，你干嘛这样跟我说话？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随意，你是发烧了吗？若比，你干嘛也突然那么关心我呀？亲爱的，你累了吧？喝水。这给夏石的水不是吗？哎，啊，冯凤，我这次回来我钥匙忘带了，你等一下帮我开个门呗。没问题。嗯。夏石小姐，这出再远的门也要记得带钥匙，不然可就麻烦了。没事，冯凤总会帮我开门的。那我建议您换个密码锁，这样就不会害怕忘记带钥匙。可是冯凤说传统锁要安全一点，对吧？冯峰可真会说呢，小傻瓜。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古店的上一任房客，叫夏石。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夏石。你好 ，Moss 的中古店呢会有个人访客，就像你们住在这里一样。我之前在这里住了三年，你住在阁楼对吧？我之前也住在那儿，不过后来我的房间就给厨房住了。原来你拜托从来没有赢过。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随意，其实我今天来是想拜托你一件事情。找我？那我就先走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见面。想见面随时可以见面啊。见面的时机很重要，时机对了相逢才会有意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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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去找小安了，看他醒了没有。
喂，你好，是郑信川吗？喂，你好 ，Monster 中古店。随意啊，你们是不是捡到一只小白猫啊？哦，对，刘姨，你知道是谁家的吗？呀，那是我们家的 Angel， 是我儿子刚买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出去的。那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接他一下？或者我们给您送过去也行。啊，没事没事，我晚点去接他就行了。哎，对了，我有个事想问你，宋姐店里的那个顾南，真的是初逢的师傅吗？是呀。哎，初逢这孩子呀，真是好，自己的师傅坐过牢，还这么肯帮他做担保，很讲情义呀。这次啊，是我们误会他了，一直以为虐猫的人是他，结果人家是救了一只猫。真正虐猫的是那个店主，咱不能因为他犯过错就用老眼光看人家，是不是？你老师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能处理好跟他的事情，告诉了你也是给你们徒增烦恼。这不是你可以替我们做选择的事情，更不是你隐瞒我的理由。作为你的女朋友，至少我应该有知情权吧。我没有故意隐瞒你，我只是觉得还不需要向你说明，就像你也没有把谈恋爱的事情告诉你妈妈一样。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不是不想告诉我妈，我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可是你的老师已经跟我们见过面，我们也经常聊起他，这么重要的情况你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你是拿我们当外人吗？嗯，你就应该坦然地和我们说明情况，现在全市区都已经知道了，你最好的朋友和你的女朋友却不知道，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我纠正一下，我才是最后一个，你是倒数第二个。我不会让他的事情影响到你们的，这一点我保证。何初逢，你是个傻子吗？我们难道是在担心我们自己吗？我们是在对你生气。你是怕我们知道情况以后会拿有色眼镜看待他吗？你对我们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若冰，现在你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的男朋友，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值得被信任。贺初逢，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向你隐瞒任何的事情。虽然我没有跟我妈说我们谈恋爱的事，但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不信你问问若冰，你最好的朋友，你也没有隐瞒贺初逢任何事情，对吧？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整个社区就我最后一个知道。我能理解，这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开口的事情，但是朋友之间应该要坦诚相待吧。我自己之前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心里很难过。书上说了，尤其朋友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反目和背叛大多都是从隐瞒开始的。我觉得这才是随意和 Robin 生气的原因。小安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Robin， 我们这么把他当朋友，你自己说，你也没有隐瞒何春逢任何事情，对吧？没有。你看，这才是真朋友。我会把他的事情讲清楚的，但希望你们给我一点时间。什么呀，你还是没有明白我为什么生气。豆包，你怎么了？还在想初逢的事情啊？秀安，你讨厌别人欺骗你吗？讨厌。
我讨厌别人欺骗我，更讨厌自己欺骗别人。那如果是不得已的事情呢？那得看对方是谁。如果是很在乎的人，那我觉得没有比欺骗更伤感情的了。不过即使是再糟糕的事情，只要愿意一起面对，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真的过得去吗？人真的会原谅另外一个人曾经的谎言吗？如果谎言被拆穿，那个人还会选择继续相信吗？甘心被隔绝在外的人，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吗？小安，你不会又突然离开我吧？我很害怕你突然消失。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的。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就想告诉你，顾楠的事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尊重你做的决定，你什么时候想说了再跟我说吧。谢谢你的理解。好生气啊！要聊聊吗？我不困。可不是不困吗？你都睡了一天了，你今天晚上还能睡着吗？要是硬睡的话，还是可以睡着的。我要是能跟你一样就好。你到底怎么了？还不是何初逢。那个榆木脑袋大闷葫芦，先是什么情书的事，现在又是他老师的事，他不知道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呢。他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根本就不在意他老师的事情，我觉得他老师坐过牢这件事不算什么大事啊。我在意的是他瞒着我，什么都不说，连个解释都没有。那可能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吧，有些人就是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可是我不需要他一个人担着呀。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要共同承担吗？不管是开心的事还是不开心的事都可以共同面对。那何初逢他就是块木头。那你和他在一起开心吗？那还是开心的。那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只是开心啊，
还有很多别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那开心多还是不开心多嘛？那还是开心多。开心多就好了，能开心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哎呦，睡觉睡觉睡觉。哎呀，睡觉。可是我还是好生气啊。哎呀，小文，你再陪我再聊聊。哎呀，睡觉了，生气多长皱纹，你长我不长啊？晚安。皱纹。啊，睡觉睡觉。可是我还是好生气啊。我妈要来了，你赶紧换衣服。啊？什么？柔碧，快！这么早你叫我干嘛？我妈要来了，你赶紧换身衣服下楼。你妈来，你让我下楼干嘛？听我说，你不要穿你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一定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一样。我多正常一个人啊！不，还不够，千万不能让我妈觉得我住在一个这么不正经的地方。你们一定要表现得正直、善良、正义，要展现出新世纪四好青年的样子。小爱，走。愣着干什么？换衣服啊！去啊！刘备，你赶紧进去。好。妈，我来帮你介绍一下我的室友们吧。你是那个聪慧理智的拍卖师。阿姨好。妈，他们两个是？你就是那个特别喜欢鉴定人的鉴定师，那个叫啥啥兵来着 ？Robin 啊。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开锁师。阿姨好。哎呀，完了完了，何珠峰怎么办啊？随意妈妈这么搞突袭，我都没时间准备。你准备什么？我准备时间教他呀，见家长要怎么说话，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然后模拟出来随意妈妈会问的问题，准备出来一套完美的答案。预设多种情况，准备应对之策。看来你是很有见家长的经验啊。没有，我一次都没有见过。真的。我在随意的手机视频里见过你。啊。你不是要当面告诉我吗？所以我就自己来了。妈，这位是我的男朋友何初逢。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本来是打算过年回家的时候当面给你还有老爸交代的。那你什么星座？水瓶座。我们随意是白羊座。这水瓶跟白羊不怎么配啊。妈，你什么时候开始信星座了？最近啊，我觉得星座这东西挺有意思的。比如他们水瓶座就很有胜负心，喜欢比另一半强势，而你们白羊座在爱情里面欺软怕硬，小心吃亏。妈，这星座也是因人而异的。好了，行了，我都知道了。那你家里人是做什么的？也在本地吗？
我的家人都过世了，妈妈是火灾，妹妹是抑郁症自杀，爸爸是出车祸。阿姨，我没有意思想向你隐瞒我的家庭状况，我也知道我跟随意认识的时间很短，我的职业也很特殊，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我非常理解。说实话，今天第一次见到您，我很紧张，担心自己没有到达您的期待。随意很优秀，很正直，很善良，也很可爱，我觉得认识他之后，他在把我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也真的觉得能够认识他是我的幸运。带我去参观一下你的房间吧。你们这儿一共几层楼啊？哦，三层。嗯，不错，收拾的还行。你和小安，你们俩怎么睡的呀？哦，我们俩睡一起。你们俩睡一起？嗯。不过也不能一直这样。小安不会一直住在这儿的，就算长期住下去，我们也可以再想想办法。我知道你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可你们两个姑娘这睡在一起，这晚上别踢被子啊。别着凉，冬天。我知道了，妈，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吧。哎呀，我这当妈的哪有放心的时候。嗯，怎么样，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呀。真挺好。真挺好，我的领导都很棒，跟同事相处的也算挺融洽的。那做的案子呢，还顺利吗？我现在还是实习律师，也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总是要一直学习的嘛。你呢，人还年轻，多闯闯挺好的。嗯，实在闯不下去了也没关系，这理想和现实不符也没关系，这人生的可能性啊多着呢，实在不行咱们回家来啊。妈，你别担心我了，我真的很喜欢这家律所，也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这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嘛。嗯，好好好，你开心就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呢对我工作现状很满意，我住在这儿也挺好的，我还打算过两天把我的房间再布置布置。哎，这么看也不用布置了，谈个恋爱嘛，说不定过两天就分手了。这东西多了，搬家麻烦。妈，我们还是再下去转转吧。随意，你认真的告诉妈妈，你真的很喜欢她。